要步上红毯的是哪一位嘉宾呢？大家所期待的人是谁呢？从礼车下来的就是点亮星光的一组母女档，让我们欢迎以他和他的他入围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配角奖的丁宁，和迷你剧集电视电影最具潜力新人奖的林忆兰。丁宁曾以电影《幸福城市》获得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今年是她第三度挑战金钟奖。台美混血的林忆兰从模特转职演员，首次参加戏剧演出就发挥极具潜力的专业演技。紧接着要从礼车下来的是哪一位呢？哦，礼车已经缓缓地步入我们星光大道的现场，热情让我们欢迎最美母女档丁宁姐忆兰，真的太美了，你看这个尖叫声就知道了。哇，想请问一下丁宁姐，这次跟伟宁啊有很多精彩的对手戏，尤其是最后和解的桥段，真的是看哭了不少观众，包含我在内。那你记得你当时在拍摄的当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先谢谢那个他和他剧组的支持人，谢谢你们，我们很多我们的粉丝在这边。好，拿下来，拿下来，拿下。我觉得像这样的戏本身的题材就非常特别。然后我跟他，我非常感谢伟宁，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对这个角色是全神贯注。是是是。对，所以因为他的全神贯注，所以让我可以更了解他的痛苦。所以我们在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一直分别在不同的位置，不互相打扰。对，因为我们都要彼此把彼此的情绪都培养好，所以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合作默契。对，因为这个是到最后才有一个和解的桥段，对，彼此经过了那么多年才走到那一步，所以两个人彼此情绪崩溃，真的是看得超感人，哭翻嘞，哭翻，真的。彩排的时候我就一直飙，一直飙，是是是是是，不行，太精彩了。那这边也想问一下忆兰，这次是演伟宁的少女时期小林晨曦，那你自己有觉得压力特别大吗？我觉得压力特别大的部分应该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拍戏，所以有接触到拍戏的这个过程是长怎么样，所以当时拍戏是蛮紧张的，但是有就是丁宁姐还有其他演员的帮助，我觉得其实是蛮舒服的。表现得非常好，真的是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你们的表演就是很真实，恭喜你们，我们最美母女档，再次谢谢丁宁姐跟忆兰，我们里面请，谢谢大家，谢谢一直得奖哦，谢谢李美琪。入围的心情啊，其实就是觉得非常的荣幸可以跟剧组入围，因为今年他有七个奖项，那当然就希望说很高兴我们这个戏评审喜欢，然后也入围这么多奖项，希望今天能够拿几个奖回去。然后今年的服装就是想说就是大方性感，那大家就这样，对，好。谢谢你们，谢谢。入围的心情是蛮平静的，但就是一切都顺其自然。